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这个皎月很喜欢二级就抓我们，上野区先给他红放个眼儿。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어, 여긴 없어. 你还不去打野？我看看你打不打。这完了，多兰剑一级开战，哎我操，为什么 A 不过他呀？还得带点盐呢，不带点盐有点 A 不过他。红宝石。太垃圾了，连这英雄都 A 不过。谢谢我的演唱会，碰到了会玩的格温，他有啥会玩的？俺俩就一起打呗。那我也不服，他也不服，俺俩就打，打我就没干过他。有什么操作含量吗，兄弟？有什么技术含量吗？没啥技术含量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他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。漂亮。那谁死了呀？梦魇死了。학살중입니다。这把运气不错啊、哦！也就是一级没打过，下回就记着点，带传送就不跟他打了，带个点盐跟可以跟他打一打。谢谢宇智波广坤的飞机。Double kill. 可以，你们家要穿了。
死！这波其实不太用情。谢谢月之波广坤和千里快哉风的子爵。他刚好死的时候清了一波兵，不用清这波兵线，他清那波兵线我吃不着了，我现在没地方去了，我去赶上一波赵信吧呢，反正咱们也没有地方去。谢谢蓝烈汉的亲舅舅。包你飞了，挺好。没错，날뛰고있습니다。我们也躺一把。没错，날뛰고있습니다。风水轮流转呢，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。咱也不打了，压我也不打，坑一下。哎，其实可以试一试，真的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等下波来吧，等下波试试跟他打一波。虽然他装备比我好的有点多，我觉得能试一试。我们这六级爆发，还蛮高的。没事，我吃他一层法级。传送咱就别用了，等他，看他什么时候用，我们用一波，然后直接就爆炸就完事了。我干他一波，你上来干一波，那梦魇。这都打不过啊，
确实是差点装备，我说实话。他捡的人头捡的有点多，捡的六。我们家包女儿到处吃馅儿啊，这包女儿。你再把上路线吃了，你把上路线吃了，我来收波中路。所以这游戏赢不赢根本跟上路都没有关系。人都不掉血，打什么玩意儿？一个破弓速还一直点，你都不如收波兵。先杀着露露吧，那他得意思。回家了。攒100块钱嘛。他们家赵信已经开始无限赠送了。我到了，你给我干的，可以直接上了，这都没有技能了。这个戈温就相当于我们昨天打那个赛恩似的，那队友无限赠送，但是没我上那把那队友好。我那把那队友最起码人家有斗志，这把他们家连斗志都没有。女警挂机了，赵迅无限赠送，开个门呢。没有斗志。
大优势，这个战绩呀，这个战绩挺好，我说实话挺好。